个掉到球佛。我们还小凡尔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某一世心愿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让我在踏过这条难耐的桥之前，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 Let's go。 当月光洒在我的脸上，我想我就快变了模样，有一种叫着撕心裂肺的汤，喝了它有神奇的力量，闭上眼看见天堂，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，我躲开猎人和无数的枪，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燃烧的疯狂，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黄泉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太阳换我每一世心愿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上演那是藏着你笑的地方，我躲开猎人和无数个枪，赶走坟墓爬出的忧伤。为了你我变成狼人模样，为了你染上了疯狂，为了你穿上厚厚的伪装，为了你换了心肠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我们还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愿意用几世换我们一世情缘，希望可以感动上天。我们还能不能能不能再见面，我在佛前苦苦求了几千年，当我在踏过这条奈何桥之前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感谢小气泡，一吻你的脸，让我再吻一吻你的脸。你咋不到旁边一点呢？你的。来吧，咱们把我们直播彩虹团三位主播的关注点一点。谢谢大家，我叫小爱，在榜十五，给榜十五小爱点点关注，谢谢谢谢。来，今天涨粉有点什么快还是慢？在室内就这样了，你们不要给我那么大压力好不好？你涨那么多粉干啥呢？是不是？来吧，在室内就给大家带来开心快乐嘛，是不是？能不能上30万人？来吧。接下来我们来唱一首卡到吐血，也不知道怎么的，也不知道怎么的了，这么卡啊，怎么说？嗯，小凡已经1.2万了，哎，算了，在室内咱们就这样吧，流量比较小啊，啊，等小凡子啊，等大家都准备好了，咱们再去户外吧，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来，接下来我想一下啊。唱啥呢？现在几点了？10点了吗？
我们到十点钟下播吧，最近膝盖不太好。而且家人们，明天我不确定了，家人们，我明天不确定能直播啊，好不好？我明天不确定能直播，因为明天我要出差啊，出差去谈一下工作的其他工作的事情啊。来唱一首啊，夜漫长，能不能吐一下？我吐一下再唱。夜漫长，吐一下再唱。眉飞色舞会吗？小爱来，我们三个来一首眉飞色舞，把我们的烟再喷起来。怎么这么不舍得喷烟呢？我要喷烟，喷火。来一首眉飞，喷不出来呀，这个烟呐，喷到哪去了？这个烟呐，他怎么喷过去了嘞？那个烟喷，我不要，我就拿这个，我就拿这个手套啊，好不好？来，我们来一首眉飞色舞。太多，来到眉飞色舞的场合，混合他的冲动，他的寂寞，不计较后果。你有一百万个有漏洞，快说不说不，以后最赤裸。事后爱不爱我，理不理我，关系这结果。你说我要结果，从前不必停留。说我要一转头再来过，难等于等，我不要再等候，自由自由，现在就要自由。老板帅不帅？来，咱们把两位小两位公主的关注点也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七哥，来自安徽，是一个户外主播，在榜十一的位置，给榜十一的七哥点点关注，什么风格的歌都可以唱，谢谢。啊，来，咱们也经常说老唱这些歌啊，是不是？那就再来一首天天唱的歌。夜也漫长啊，那个夜也漫长的 DJ 把哒哒滴哒滴哒，把那个这个弄起来，来，夜也漫长，来。
爷爷半场。小凡，你不会夜夜漫长，你不会唱吗？你小凡啊，小凡，你不会唱夜夜漫长？好了，你不会，你不能啊，你真不会。好了，以后你不能来我直播间了。我学，立马学。今晚这些歌，明天就学会。他真的态度好好，他就是那种特别乖的那种。要唱一个二人转吗？我们俩来个夜夜漫长来，来吧。Are you ready？ 一起来 这个带后面你们俩啊，来后面带唢呐的一人搞一个玩儿啊，来，耶耶耶，那个耶耶耶万长。哇，好，全爆了！唢呐，哎呀，我耳朵都炸了，真的炸了，来。一起练个下来。哎呀，我天，怎么就这个来一首《夜夜夜漫长》东北秧歌版送给大家，谢谢，来吧，这里面没有空调啊，我的天哪，热死了，真的。Hello， 大家好，直播间所有家没有关注一下我们老板的左上方加号，一起点关注，谢谢大家。哎呀，八筒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说你。谁啊？哎呀，说你明明可以靠脸吃饭，偏要靠才艺是吧？从来没靠过脸，从来没靠过脸。那行，那你把脸蒙起来，行吗？行，把脸蒙起来。行，好吧，来，咱们一起点关注，能不能来新歌？来一首你最珍贵，要不要听？要。你最珍贵，要不要听？我跟小凡唱，你最珍贵，只能唱一段，好不好？小凡来。好。小凡会唱的歌太少了，真的，哎呀，太难了。小凡来，我们两个来一首《你最珍贵》啊，好不好？好 ，OK。又来说了，谁抢镜头、谁抢镜头，没人抢镜头，在我直播间不抢镜头，你是躲到后面是不想上来吗？别跟我带着节奏行不行？全军出击！刚刚那个还没有加灯牌的啊，来，还说我天天闹腾，那我又没吵你，没扰民，哎，咋的呢？来，你把你的玫瑰花拿来，也不是送我玫瑰花吗？来，我们两个演个情景剧，你最珍贵，来，送给大家一首你最珍贵，非常经典的一首情歌，来吧。哎，你是不是小凡吗？对啊。你抱玫瑰花去找谁啊？我追你追了好久。你这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？一路跋山涉水。你怎么知道我在这里啊？因为心里有你啊。我已经结婚了。我不在乎。演不下去了，演不下，重来。这，等一下，这个剧情真的怎么演的？这剧情怎么演的？我打死你了，这个，重来。这演不下去了，我的天哪！那么那不在乎呢？肯定要在乎。你说那我就默默的爱着你，你不能教坏好小朋友啊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对不起。哎呦我天哪，他没演过，你知道吗？紧张啊！来，我都被他惊呆了，我的天！我们都是在演戏啊，别当真啊！来，一首《你最珍贵》送给大家。你是谁呀？干嘛？追你好久了。你咋总离不开追？因为一路跋山涉水来到你的直播间，就为见你，圆了梦。我想一下接不接受吧。要不你就接受吧。明年这个世界。约在这个明天，记得带着玫瑰，踏上心疼世上思念。动情时刻最美，真心的给不累。
没人疼爱最美的人也会憔悴，我会送你红色玫瑰，你知道我爱你，别拿一世眼泪相对，未来的日子有你才美，梦才会真一点。哦耶，我选择在你爱里沉醉，我不求你守护着穿过黑夜，我愿意这条心路相守相随，你最珍贵。小凡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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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加入什么彩虹团了，加入咱们彩虹团了，也是我们的以后的一个很看好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加油。来，咱们给小凡点点关注。来，小凡的榜几看一下，榜八。来，榜八，小凡的关注走一波。虽然是演戏，他们说也感动。为什么说这束花，我收到过无数的男主播送给我了。走开，这个道具，八头好像也送过，是不是？田少也送过，还有小东北送过，嘉哥送过。啊，八筒没有送，八筒送我的是大钻戒啊，是不是哦？没有，送你的是蓝色的那个，不是这个色，不是这个。对，他这个下次哦，他你刚刚怎么不拿你送我的那个呢？真的是这个道具真的太多了，你知道不？这道具太黑了。猴哥给我换掉了。猴哥，你来背这个锅，猴哥啊，猴哥，那画不好嘛，这太假了，这。那个太黑了。你们别在那里乱说行不行？真的是。就是只要是只要有一个男生呢、啊、站在那里跟我唱歌，他们就觉得哎呀，他们俩有什么？哎，他们俩有什么？之前还传我跟八筒有什么？我的天，我真的好无语哦，真的啊！你要现在带田少啊，田少跟田少有什么啊？带东东，哎呀，东东是关系户，关系户，哎呀，都是哎，真的都是无语了，真的我真的我是觉得他们几个是特别。特别优秀的，他们是非常有潜力的啊！我觉得他们真的很有潜力。来，咱们再点点小凡的关注好不好？刚刚加入彩虹团，还刚加入他几天呢？几天呢？几天？两三天吧。两三天啊！加入彩虹团两三天啊！来，榜八，榜八小凡的关注啊！点到两万可能点不到了啊！今天，希望你准备好了啊！你好好不好？好。好的，来啊，小凡休息一下，来我换一个搭档，好好好换八筒，开玩笑，我不要。来，八筒跟谁唱《爱如星火》吧？你们会吗？啊？哎呀！好不好？八筒小爱来一首，好的，来八筒小爱来一首。八筒的母后今天好漂亮。好的。我要在这里啊，我跟你们说一声，跟你们两个几个说一声啊，以后咱们公司的主播也好，还有我们家的彩虹团家人们也好，以后不要叫我老板了，我不想做老板啊，好不好？你们随便叫我什么都可以，你随便叫我什么都可以，不能叫老板，我管你叫老大，不能叫我老板，老大，老大也不行，老大太嚣张了，你知道吗？就不好。小姐姐，小姐姐，小唐，直播间叫老婆，谁说叫老婆？肥肥说的。肥肥说叫我老婆，来，肥肥叫我老婆，来，你叫一下，你叫得出口吗？肥肥，肥肥，肥肥，肥肥叫我老婆，叫得出口吗？阿肥，老婆贴贴。老婆什么？贴贴。贴贴是什么？我要叫老板。来，这样子啊，咱们以后啊，不准叫我老板了，我要改名字了。这老板，等下别人以为我，其实我其实刚来抖音的时候，大家粉丝都叫我老板，我也不是个大什么大老板，就是这样叫完以后呢，就俗了哈，是吧？就搞得我好像一个好大个老板一样，搞着我的企业有几百亿一样，我不是啊，我不要叫我老板了啊，好不好？你叫我师傅，你叫我啥？小姐姐。哦。跳起来飞慢的还是、哦、小姐姐可以叫我啊，就叫我啥、啊、你们叫我啥呢？家人们以后叫我什么？小可爱又太那个啥了，我想要有点气场一点，这样是不想唐大美
大美，大美女，美大美，唐大美，叫讲一下吧，好不好？不叫老大，不叫老大，老大太难了，老大就。老大就是老大，就是出头鸟，一下把你打下来。我跟你说，不要叫老大，我要叫我小唐，叫我小唐，谢谢，叫我小唐，好不好？那我也可以申请以后不要叫我大师姐吗？啊、什么？我也不想老，你也不想叫大师姐，我不想做大师姐。我发现你没有化妆哎、欸，我化了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。可是为什么你的睫毛是没有颜色的、我今天没有涂睫毛的啊！我服了你了，我没有涂睫毛。我说他的眼睫毛去哪了？没有贴睫毛，但是涂了睫毛膏。来，唐、团长好吗？叫团长好吗？彩虹团团长啊，不行，也不想叫这个名字。大当家的春花，大当家的啥意思？唐嬷嬷，彩虹团团花。哎呀，我真的是，我指的是团花。来，你们想一下叫什么啊？好不好？我们再说，但是以后不要叫我老板了。真的好，这个老板这个名字我不敢做，我不敢做。以前。就是以前嘛，就叫老板，大家也不当真。现在叫老板，人家当真了、啊，你知道不？来吧，家人们，你们俩唱啥？糖糖，他们说叫糖糖。这个有点，我师傅可能会对着你约两下。全部叫师傅啊？那村长不行，这村长我不是村长，叫我村长也不行的。这就是别人糖宝啊，要不行不行，女汉子啊，他就。一姐，一姐嘛，就叫一姐啊。那有些人比我大呢，也叫我一姐。可以叫 boss， 管你叫头。不是，一样吗？还要把头给那个上面那个头，就是要打死的人，你知道不？不能叫头。唐公主，唐公主，公主算了。哎，不说了，不说了，你们唱歌完，我想一下唱什么，叫什么名字？小糖糖，小糖。啊，女王，你。我走了，来，你们俩唱吧。我走了，来，来，咱先唱歌吧。你俩唱什么歌？咱先唱歌，让老板先三思一下，他要想一想。我想一下，咱来什么歌？唱首《爱如星火》吗？来吧，《爱如星火》吧，预备，切！星火吧，预备，切！麦朵，呜，麦朵可以。要，不能叫老板，谁叫我老板？我一直干嘛？Yo check it now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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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eck it,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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check it now, check it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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now. 顺拐了，肥肥来，给个镜头给肥肥，让他耍花呢。Yo, let's go. 彩虹团的招牌动作。紧握，说不会再让我难过。看一遍一遍花开花又落，我依然执着的爱着。在经过浪漫红尘的诱惑，人在大风雨难割舍。我们的爱情就像点点的星火，你无时无刻不在温暖我。真心的相爱不怕刀山来阻隔，有你在身边就快乐。我们的爱情就像熊熊的烈火，它烧出一幅天辽和地阔。真心的相爱不怕火海来折磨，我们就是最美的景色。
唱。天慢慢靠近我，在耳边轻轻对我说，再用你温暖的手抱紧我，说不会再让我难过。看一遍一遍花开花又落，我依然执着的爱着。在经过浪漫红尘的诱惑，人在的风雨难割舍。我们的爱情就像点点的星火，你无时无刻不在温暖我。真心的相爱不怕东山来阻隔，有你在身边就快乐。我们的爱情就像熊熊的烈火，它烧出一幅天辽和地阔。真心的相爱不怕火海来折磨，我们就是最美的景色。谢谢，谢谢，一首《爱如星火》送给大家。怎么，你们两个眼神里面缺点东西？他一直在躲我。你咋意思？你怎么就不就是怕屯屯揍你吗？我躲他干嘛呀？我没躲。这霸权揍你吗？这躲我又。可惜不是你们俩，你们俩不合适。你去跟小凡配吧。来吧，来，咱们把两位的关注点一点。大家好，唱的不错，就有点紧张。他们俩紧张吗？紧张个屁！他们俩给榜十一的小爱点点关注。我在榜十二，加上木球八筒，谢谢点点关注。大家想听歌的话，可以给我点点关注。谢谢大家。哇、wow、榜十一榜十二的关注一起走一走，来榜十一榜十二关注一起走一走吧。突然间那个雾那么大，我灰蒙蒙的，是不是雾霾来了？这个雾霾吗？啊，来七哥再来一首吧，好不好？七哥来一首，我们来一首，就你们就先回去吧，好不好？你穿那个裙子要干嘛啊？你要干嘛？老板，我们俩一起唱还是我一个人唱？唱什么歌？黄种人。你一个人唱黄种人吧，来、啊、来个新歌吧，那你就来、啊、好不好？灯光不好，就这样吧，这灯光只有我家才有的哈。来，有请黄种人，有请七公主给大家来一首黄种人。哦，谢霆锋的吗？合唱版本有 啊, 啊，来来，黄种人来送给大家。Come on， 来欢迎所有的家人们。缺了一把鼓，来自翻过五千里的浪，还是带雨重建的城墙，所有历史褪色和的谎，一阵夕阳染在我身上。来自流过五千岁的汗，还是传说中的盛唐，所有逃在江湖里的谎，只等我来给他名状。黄种人走在路上，挺起心的胸膛。黄种人走在地上，天下之我不一样，越动荡越勇敢，世界变变要让我闯，一声坦荡荡到四方，五千年终于轮到我上场。谢谢，谢谢大家，来一首黄种人送给你们，我们一起来一首
唱人不想唱情火。谢谢大家，我叫七哥，然后在榜十的位置给榜十的七哥点点关注，一个户外主播，谢谢你们。来，好的，咱们给七哥点点关注，一个户外主播啊，好不好？嗯，我们就不一起唱了吧，啊，就不一起唱了吧。水手，一起唱水手。哦，唱那个谈天空单身爱，来，来一所有人一起唱首爱，一首爱送给大家，来，就圆满结束啊，他们又可以回家呢。唐非凡，哎呦我的天哪，不要整这么堂主，哎呀，一首爱送给大家。大声的呼唤，来来呀。像大流浪的白云是什么声音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跳舞跳舞呀，一竖排来，一竖排，两边走，一二三。走到前面去，一竖排来，走到这里再走，嘿，嘿，你来，把我的心，我的心穿一穿。摘一株幸运草，种一个同心圆，让所有期待未来的呼唤，将今生做个伴。别让远近越长大越孤单，把我的幸运草种在你的梦田，让地球随我们的同心圆永远都不停转。向天空大声的呼唤，说声我爱你，像那流浪的白云，说声我想你，让那天空听得见，让那白云看得见，谁也擦不掉我们许下的诺言。想带你一起看大海，说声我爱你，给你最亮的星星，说声我想你，听听大海的誓言，看看执着的蓝天，让我们自由自在的恋爱。谢谢，嗨嗨，谢谢大家，一首爱送给你们。好，咱们最后把四位的关注一起点一点。谢谢大家，我叫小爱，在榜十二，喜欢小爱的给榜十二小爱点点关注，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七哥，在榜十的位置给榜十的七哥点点关注，谢谢。关注一起点一点。好了，我坐一下，来坐这个吧，先，你膝盖痛了，真的怎么回事？叫惯了老板，想永远叫老板，不想，不想，不能叫，嗯，哎呀，很难呐、啊，叫老板现在很难，你知道不？唐导，屁呀、啊，我都不是导演，哇不。放一点点，来放一点点，家人们，我的一点点新歌已经上线了啊，你们听过没有？总裁，声音再大一点，来，我的新歌你们听过？大声一点，过一天，抽一天，来大一大，八筒快200万粉丝了。他还差十万呢，他早得很呢。
有一天，我嘴巴好白哦，这是发生什么了？好像有点白成这个样子，好像个鬼了。从去年到嘴巴变成白嘴，不是拿个纸来。明年到后年，冲到这一年一年。哇哦，这歌好好听哦！这是什么歌呀？过时间，谁都有不同起点，谁都想成为焦点。小凡，你最近不能开播啊！你那边准备好，不准开啊！到最后又回到原点。你没开吧？现在对，不给小凡开播先啊！多一点，少一点，重一点点，慢一点，快一点，谁在排练，谁在导演？近一点，退一点，逃不掉那苦和咸。哭一天，笑一天，不在意过客的脸，生不带来，死不亏欠。哎，没有名字叫了，叫惯了一个名字，好难改，真的。看我的头发怎么这么难看？想突变，想逆天，变变一点点。全不变，想不变，应乱变。这世界本好了，就是个圈。来吧。有想念，一点点，有执念，一点点熠熠的光。有贪念。这样看腿好粗，本来就粗啊，又为什么看起来粗？谢谢庞哲哥，来，我们唱首歌，到底唱不唱？那首什么歌呢？那就唱一点点，好不好？这就是我们人世间。来一首，老了又怎么样呢？老了又怎么样呢？你最好别老啊，好不好？肥肥一辈子肥肥已经把你骂得不成了。不能说了。你来肥肥，你今天上个镜里面，今天太美了。给肥肥一个镜头快点。今天肥肥太美了，来。今天肥肥太美了。美不美？哎呀。想你的时候月亮吧，来吧。谢谢庞哲哥。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。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。谢谢庞哲哥。有很多话现在已经不是想讲就可以给你们讲，所以很多话咱们就留在心里面，用时间来证明一切，好不好？时间来证明一切。来一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。对，帮我剪一下猴哥这个，剪一下。想你的夜晚总是很漫长，舍舍的冷风还带着寒霜，远隔千里你身处在他乡，苦苦滋味我独自去品尝啊。我们月亮思念它有多长，夜是否也会把我去守望，无法忘掉你旧时的模样，想你的心伴着淡淡忧伤啊，相思的泪谁在不停流淌，只有默默的遥望。
那相思的苦深深埋藏，等你在那曾经的老地方。亲爱的你，不知现在怎样，夜深人静是是否把我伤，月亮恰似你那甜美脸庞，我想你的时候只问月亮。来吧，这首想你的时候问月亮送给大家。老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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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又怎么样呢？咱们的父母不是更老吗？对不对？咱们的父母也老了呀，但是咱们父母老了在你们心里不也是最美的吗？是不是？咱们父母老了在你们心里不也是最美的吗？是不是？怎么这个道这么明显吗？怎么会这么明显？今天我又去挤了这个痘，你知道吗？我就连续去挤了好多次这个痘，连续挤了起码挤了五六次，它还挤不干净。你们三个这么看着我干嘛？不挤的话都不好呢，一大坨。拿个梳子给我，快点，我受不了了，这个头发怎么这么丑啊？今天头发。哇，终于可以那个了。今天怎么不好看了？今天啊，我今天头发怎么不好看呢？我真的好多话还想跟你们说，但是我也不能说，家人们。好多话想跟你们说，让他们说去吧，让他们说个够吧。我觉得功德自在人心，然后，哎呀，为什么我这么丑呢？我的头发，你看。梳都梳不直，这头发是咋的喽？啊啊啊！我不说了，我的头发是要死了。唐毅，我们同岁，比你生日大一岁。哪我什么同岁？啊，可以可以可以了，可以了。肥肥，你太性感了，肥肥，那真的太性感了。我这一看，哎呀，肥肥真的，这身材咋这么好？你们看肥肥的身材呀，你们在啊？太性感了，肥肥啊！菲菲走了，菲菲走了，害羞了，菲菲啊！唐毅，我儿子都夸你美啊！小朋友的眼光有时候比大人还好啊！小朋友的眼光比大人还好啊！就这样吧，家人们，我睡觉了，好不好？明天我要出差了，我要去弄歌了，我要出歌了，我要，好不好？所以明天我不确定能不能播，明天我可能播不了啊。明天我不在长沙，明天我去外地了啊，好不好？呜呼，你干嘛？你干嘛，肥肥？你不能这样子表现出来吧？我说我去外地，你就呼呼呼呼，你真的是开除啊！你开除啊！哦，你哦哦，马上有新歌听了啊！你这话不错啊，话不错。马上新歌听了，哎呀，但是新歌也不确定啊。没有在户外，没有啊。我三儿子三岁也喜欢唐毅，学长这个名字好，学长不是应该男生吗？怎么学姐吗？不是叫我唐学姐？能不能不叫老板，叫总裁？你真的脑子咋的了你啊啊？总裁不更加想死吗？直接打死总裁。直接打死总裁，那你做总裁吧，八通。小朋友是不会撒谎的哟，不会撒谎哟。我的牛排到了，真的非常的好吃，是不是啊？是的。我十四号带的这个，十四号不说了是吧？十四号。十四号我们是的那个，不说了，还想说了就烦躁。都上台看看，看啥的，看啥呢？啥时候户外？我们去那个凤凰户外，25号、26号，对不对？25、26、27，我们在凤凰不见不散。
不带巴桶和屯屯去啊。巴桶说我才不想去呢，不带你去啊。来，今天我们生日宝宝一首